阿叔，诸位同学，家姐，家姐，请大家和我做会卫生部。阿夏的尊念，我、啊、地主妙音，施从今日。 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两脚中尊；皈依檀摩，二恶中尊；皈依精卡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勒尊念，菩提主妙音，师长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。 两足中尊，皈依檀魔，二腰重尊，皈依精舍；诸众重中尊，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众今日乃至名尊，皈依佛陀；两足中尊，皈依檀魔。 二要中尊，归依正教，注重中尊，加看大经可助。第高百共五页，倒生第五行，对中央看起， 家上说：“一心在，终结不下，这个锐利之路呀！伊恳求，无灵解释，为心造数。” 言路，加这个意思，加咱简单诶讲明白，即是讲，即、这个、有心念之中，咱今仔日讲诶，其实同念，拢总是财物。那今日讲的财富。 啊！物内面含着真多咯，伊啊所想要得到的，啊，所以伊个心心不安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无非是想要求到。 伊诶所爱、所好、所愿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嘅信心定袂落来，不安。这都是违心招数啊！啊，这心来打梦想，啊，心要为着这梦想。 一盘书，有惊险或危险招四者，如刻落落骨熔岩。即、這个故事讲真多遍。啊，春天特别是透早。 红昏嘛有这個现象。我伫国外，伫共临沂，车开伫这高速公路顶面，看到头前个地区，那亲像最内面的波浪同款，一顶一顶，两只看到。 雾气著是地面上水蒸气，即个是溶烟落啦。野生啊。伊毋、啊、知影，伊远远看了，最讲是水，伊喙搭想要啉水，用前行去，毋管行偌远啊，抑个是你的面前永远切无。 伊毋是水啊，啊！即只喙大诶落，料做讲是水，对着用盐，也、啊、滴袂着水。啊，这是比如，世个人想要得到财富，想要得到。在乎 我要要定在前面是谁？嗯知影讲这一物件有因果呀、啊？无修因，那可能会得来呢？看到别人有想尽方法要欺骗你。 每段趣味，你掉了，掉了安怎？刚去享受不偌久，目一年了变做空了。瑞杰在乎，有啊，真正一关人。瑞杰一般，唔敢扛在厝内。 我也会记哩，一九七七年第一摆来讲经，是性怀法师甲谢道连居士这两个人来台湾来请我去香港来讲经，也是头一摆出门伫香港公司过个。 写寄书也不知啊，有钱啊，唔是大户人家。伊遐诶啊，金银啊，珠宝，跟伫阮行保险箱内底。啊，有一天，伊阮去看。 在拖，拍开来给我看。我甲伊讲笑，我讲汝这一点点啊，有有在乎毋敢扛伫厝内，扛伫厝内那惊去互抢去啊！毋敢怪手咧，怪手哩出去，惊人会甲手剁断，只有扛伫银行保险箱诶内底。 还是伊诶，我讲你安怎只有即点啊，你伊讲礼有无，我讲我太侪咯，我个拢算未清啊，伊讲伫倒位，所有珠宝店拢嘛是我诶，我去看睇来，我看卖，看完了后收起来，乖乖听话，佮袂当挂你身躯，佮袂当藏咧厝内，哪会当算是你家己诶咧。 那是讲算你家己的银行、保险箱、算家己的所谓珠宝珠宝店啊，拢嘛是我的。啊，我去甲看叫伊摕出来，伊都毋敢毋摕出来，叫伊收，伊就乖乖收起来。难、啊、得爱有智慧，这种骗去啊，抑最是家己的错咯。我刚就是定安尼讲的。 你辛苦赚的钱是你家己的，更你厝内更你银行都毋是你家己的。你住即间厝即间厝是你家己的，离开厝毋是你家己的。我讲实话啊，讲真话啊，心内底无负担啊，拢放下咯。即个认为是家己，迄个认为是家己的，你想下拢是假。 都强咪家是你家己个，这个为心造树啊，这心只是妄心，没些念头心，你为着伊啊一天不应该阿妈受苦受难有冤枉啊！亲像最大的龙啊，着有啊，用烟，一看龙有空花。 呀，伊、啊、是虾米？目睭模糊啊！看无阿咪空中呢？啊，感觉是空中出现真侪物件。这是虾米？这目睭有病啊！目睭好好啊，看袂着。我妈妈有目睭掉病，也、啊、有这个经验。 毋知影公是该为爱水之心，贪爱感明诶是水啊！严重的就是水灾啊！不了棉花你遭的果啊！啊不明了。 因为是目睭有边，看到空中那亲像有火，其实空中拢无。即个甲即个比如 dogs, 是相当，对于即个比如内面，以往咱会讲，哦，游泳烟就是下面带黑绿屏的烟，来沙漠中出现的幻象。 玩梦赎罪，看鹿看马，等有罪心切，祝福救因，为是陀罗啊！这个都恰恰注意讲过了，用眼光眼当中对当去看掉。你高速公路咧走诶时阵呢？ 人讲几十枝咯，拢无一个连接，即种现象啊，著、就是真可能会出现咯。犹如有一片木，目睭啊有毛病咯，有虚空中梦见空花，啊，家己想要去办一类花，会知影讲，即做一张空。 即拢嘛是咧讲，英勇为心招数，招数者就是落落个盘盘。一讲不用个暗，毋知你不用虾米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讲啊，真好，一心还是咩啊？ 半点不由人，这个观念，这个讲法，绝对不是消极，伊也是自私真相。咱每当讲毋知影。

伫我头一摆听到是张家大师甲我讲诶。我这张家大师，伊年伊老大人六十五岁，我二十六岁，啊，张家大师。 大我三十九岁，阿公辈啊，伊看人看太侪咯。至于这热烈当中，咱在当去体会到。 看即、这个人诶相貌、精神、仪表、谈吐，即个人一生诶名闻，你拢知影。 啊，对我呢，当然会利我。老、啊、人主悲啊，帮助我改命运，命来对无在乎，一心并肩。 名内底无等退休，名命上啊！呀伊虽然无讲，我家己清楚。啊，伊教我，是把这个因果讲清楚，讲明白。 啊，在乎咧是古布，伊是虾米咧？是财布施。我无财啊，我变怎收财布施呢？迄个爱有钱人才做得到啊。那老师著甲我讲，一角银你有无？ 我们一教你会用，一课文有无？一课文也个勉强，抑个会用。伊到下一段语，你得对一讲一课有报施。最重要是哎呀，上尊报施的心，毋通公布这个心，念念随分。 要有偌做，多报施偌做，在布施得到财富啊！啊，聪明智慧是古布，发报施也是因。啊，你所知样，真爱讲互别人听。 一个传播师，那那讲，家己爱讲互人听，家己也得爱做互别人来看啦，新型研究啊，精神无你又共快。 得到聪明智慧，无意不息。别人遇到困难、遇到障碍，你有方便给化解，所以啊，离开恐怖，犹如这叫做无意不息。 古婆呢是健康等退休，我听到点民兵咯，伊著叫我认真去做，先去试看卖。伊迄工著互我六立，看下得破，放一下。如果你去真正做， 就若是伫个财布施、甲法布施啊，如为布施，你去做人尼看卖？我都真听话，都认真去做人尼啊，人尼果然有效果，而且效果非常舒心。 是真诶，毋是假啊！我诶寿命只有四十五岁，四十五岁以后，这个寿命拢是这一生就无微布施、或布施延长呢。那自古以来， 就等退收的人做啊，这个干部马上宣读，但是呢，年休超过四十年的都无做啦。大多数是安怎呢？是一个七、两个七、三个七，真多啊！啊，这个七就是七年。 能够七到十四年，再七到二十一年，完了还先生延寿二十一年，伊的寿命只有五十三岁，伊活到七十四岁才走的。啊，延寿啊，三七，我无求等遐寿啊。 哇我甲生命搞好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，感觉哇啥物时阵应该走，伊就会来接应我。啊，无来呢？啊，无来就是要互我表法啊。表啥物法？表这三钟布施。 啊！在世、或世不为世，或做一世人，大家拢咧做啊！讲经教学是发布施，用我诶身体，用我诶精神，即叫做来财布施，比外财搁薄搁较殊胜。古 外在善观自物，内在呢善心,心、得力，阿、啊、无一报施，念念不舍，苦难众生，啊，念念拢有。 帮助大家立刻得乐，这是韦伯斯老师教我，我做了六十二年，证明老师讲的，我经常讲的。 死毫不送，绝对正确啊！所以咱应该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，那真正有德学、有学问的。 在老师诶教训，尊师重道，依靠奉行，我定是未吃亏诶，啊，关定有自信诶固步。 每个在下去如鹿啊奔跑，羽化在人间无比的快乐。这个拢嘛是对佛法当中得来啊，所以我对老师的温德。 念念不忘啊！咱够看下面的一段，忧苦万端啊！这个啊分两小段，第一个小段在不忧苦。 贪财，贪多享受啊！啊，接下来都有两个小段，有木同有。请看经文：无田有田，无铁有铁，灌输财物。 又无动摇？啊，无残有残，跌跌至跌至，有苦满端。这段段经文。 该是瑞电接入，只顾只熊艳熊熊色色，干那演算啦。电都是餐队，没团队诶人餐，想要团队。铁呢是家庭，古早时阵是大家庭，管小都是。 家属、亲属也有佣仆，厝内面正系工人，而且系工人，古早时阵有一生伫这家庭内面服务落去个。 啊，马寿地期。诶，地期总是今年、两年、三年第一的地期。遐拢属于灌水啊。在不呢，刚才三月顶猪星是气物，即、这个猪星著是生活。 必须得爱用掉的這个器物，以上呢拢嘛是所有的境界，而、啊、且也拢嘛是头前讲的，人生不羁啊，知数 啊，人生最重要是甚物？生死大事，这拢嘛是六道轮回诶代志啊！你打工犹如即个，逐工拢咧制造六道轮回，你哪会当去处理呢？这是无应该犹如诶。 已经同都爱啊，完全放下啦。啊，不过是今仔日，这世间有几人肯放下？多是人为有这代志呢。 我出事，三黑以前的代志，未记你咯，这英雄一点印象都无。那三黑以后，有印象。到底迄个时阵，文刀啊，败咯。 真正是古人来讲的家谱联盟，原来是一個大家族，抑可是做作诶不诚业，啊，大家庭瓦解咯。 加上国人分逆诶进程咯！你外面去无兴趣咯？也就是讲迁走了，故乡都无人咯。我伫十几年前。 等去我出事个所在去看卖，对一、那个地咧空地厝已经无咯。当地有只老先生，甲我同年，他是细汉时先到店去佚佗个，甲我讲啊，边啊，迄堆诶厝下，对个真正真侪，伊讲即就是领导诶厝拆落来厝下。 我看到这个土地，当地政府蛮有意思，要把这个土地还我，我真感谢 啊，将来若是讲有这个机缘，这等、個、于真卡了，下当去这个水型的四合面养老，无别的念头，土地不多，但系有几亩地。 咱国画一面，朱家文无家要有，家己缺乏嘞就没有需要得志，但伊又家有古其无，古惊会无去啊，所以 哦，同忧？有害难天、换地换心，何、哦、文有不同忧？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这就是人为什么有六道轮回。 就是这个错误的念头，啊不知足，人那是知足，的真容易回头。 特别是到老了，老了，若是对这得失看真重，毋是好代志啊。老了应该放下，应该都爱办，做世间诶大事的書啊。 啊！出世间大师，咱真正有把握，真正做会教了，做出成绩出来。如果有信愿起名，求生净土，这是真的，毋是假呀、啊！啊，经来对所讲的这些，拢总爱放下。 下面一段有无止境？头前你讲的“玉海蓝天，环地环心，无一就一”，主要决定。啊，那解释讲真好，比如讲甲。 有一万块的存款，连落来写这注解，但你想有一万块存款，这啊一万元好，也相当好压的啊，即卖是无遗憾咯。所以家己啊，有一万块存款。 看到别人有二万块，即使仅有一万元，想要较别人，赶快个人的名闻气不强啊，在乎。 是多生累劫，再不世说成就，而是我念的就是孝心啊，做未到呀。啊，香港修复。 李嘉诚先生，以前的老朋友，陈拢早年常常听我的讲经，阮真衰啊！啊，陈老吉叔。 伊会向算命、看相、看风水。在即方面，伊真正有造诣。啊，伊甲我讲，伊嘉诚先生三十岁时阵，对舟山拄然来到香港。 李鸿章做小生意，都掉了。啊，伊个看相，个伊啊算命，问伊讲：，你啊希望将来用偌侪财富，你才满足？你嘉诚讲：，我若讲收三千万，我就非常满足。 但老先生著甲伊讲：“你命内底诶灾苦是满出来。說这”伊讲这真少有诶，伊一生毋捌看着别人即个命内底诶灾苦，有一个背声高声，啊著未歹咯，变满诶啊！啊，你是满出来，著甲伊讲。 你将来是香港首富啊！啊，所以李嘉诚著认定伊咯。因为是伊私人联的顾问，虾物代志拢该请教。前几年著过身咯。那在世些时阵，我们常常见面。 啊，有当时啊，伊会来听经，所以命来底有时将输有，命底啊，无时莫强求啊。你家先做生意拢趁钱啊，你若甲伊啊做共款诶生理，伊趁钱哩是本啊。为什么伊命来底有，你命来底无？啊？无共。 人若是真正明白这一道理，心就定咯。若心定就未迷咯，未迷呢，有智慧，有智慧就会当改做命运，毋是讲未当改做。我这些命运拢是改过来。 甲命来对无才，日子过啊未歹。甲命来对有一点么小智慧，一点么小智慧，用咧佛法顶面，变做大智慧咯。无求当和修。 有命自然延长咯。我也是念念想着这个啊西方极乐世界，时时拢想要转去啊。我的故乡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 对于这个世间是无所求啊，所以这着清净心，性一愿相，个大性个正中，表演出来，好大家看。 啊！连老伫在这后面讲咯，一般人想讲，家己若有一个电视机，看着人有两个，总是希望家己搁再有一个甲伊平等，树立未得过以为优啊，有甚物想未着啊？ 啊！若想着咧，想着又嘛袂当居住，有两个一个想要有第三个，啊，有厝一个想要有大楼，有无止境啊？我拥有不着之忧啊！ 伊顶到老师也未满足，这个幼女早去到 A、一 C，生生世世离袂开幼女啊！你讲你活个偌辛苦呀、啊？下面一段有忧非常。 非常起心哩，惊无气啊！这是关键，唔、嗯、通嗯，请看经文，介绍古友小康。 有有非常非常之甚面追黑斗杀，玩家债主，玩票，结夺，烧杀无灭，这类物件，达纲挂咧心内。咱来看注解。 请小古幼，边幼胸部胸周和边，如其服饰。古文即小古幼悠悠回祥，回祥呢？是之下面啊所讲的。 水黑倒擦，云飘夹断，顶非常之好啊！假下拢嘛是,熟悉是啊，属实嘞，唔是假。 现代，因为资讯发达、交通便捷，这个地球上无论到一所在出啥代志，真紧就传遍，咱就会得到这個信息。 比起旧社会来，底是无啊。我住的真卡，离县城也较无三十里路。县城内面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有当时也是半个月才知影。所以的真卡，天下太平，无代志啊。 唔知影啊！现在即个太平日子无咯。每工对于媒体内面得到信息，最黑毒杀啊，都太做太做咯，足做足做素材都会发生啊！ 以生为教，心情未落来啊！看心情等一太平啊，啊，我真难得啊！这多年我能过太平日子。 即个太平日子安怎过呢？我无咧看电视，无听广播，无看报纸，无看杂志。朋友来我即地来即谈佛法，无讲遮诶物件，所以外面诶情形我拢毋知。我住伫即个小环境，逐讲太平。 啊，这个小环境无代志啊。啊，我甲厝边相处甲真好，见面真远，看到你就甲你相招问，也、啊、有一点仔人情味啊。若是讲逐工接触即个物件。 麻烦就大了，你忧心忡忡，你的心难以安。以我手机啊，我拢无爱挃了。微信将送我手机啊，那就送我三四个，拢单调，拢无爱挃了。这个物件是干了啊，这是欢乐啊。 现在人若是无手机啊，这里进那那个，无手机啊，过幸福啊，美满快乐的生活。那咁是你家己找麻烦呢？啊，无大事，卖去街路乱乱踅，只顾卖去接触，真卡。 接触的都是田园山水，这偌好呀、啊！都市内底，你所看到、你所听你所接触每一项是受感染。 对受伊影响，最好就是吾卖去接触。这是、个、我是做易教的，假计呢假咧睁开，多野外，最好是让惊未到的所在。 即这段文讲啊非常好。有咯，搁惊啊，啊不祥啊，水灾。今麦有影响未高水灾？顶年？ 我伫咧欧洲伊民叫欧洲，我选择个地点是大伦巴小城。我伫遐住十二年，我去的时阵小城八万人，现在有十二万人。 啊，即、这个城市诶面积个是真大。你外国人算是土地面积，因为即个所在过去是英国人诶殖民地，甲香港共款，土地是用英钞啊。澳洲多文巴这小城，每一人因到诶这单位。 因的土地，一个人单位是一万少，所以买起一间厝呢，大概三千英钞一块，而且后拢有亭，而且环境真好啊。土地不值钱啊，我去的时阵，每一个单位，但是六七万块呢。 听讲现在是二三十万咯、哦，去遮济。我啊，是买一教堂，改做正装学院。迄、那个时阵买是五十外万箍尔，现在大概总台五百万啊以上啊。 啊，这小城伫山顶、海拔七八公尺，遮尔悬诶地区，那、啊、可能有水灾呢？啊，或者落来，水晚流,流,流,流，落去流了了，哪会讲有水灾呢？前年都发生一摆水灾，我伫香港，我听讲啊，那有可能会有发生。 即款代志若去年年初，我有转去啊，啊，拄着市长，市长来看我，我就问伊讲，即、這个水灾到底是安怎？伊讲雨落真急啊水流未出去。 迄落真可怕咯，只有一点钟俩，一小时水就流了了。但是这一小时就死三十外人，汽车大概有七八十顶，互水流去啊，流去山骹去咯。真侪死诶人拢伫车顶啊，车费人亡，啥人都想未到啊。 山顶哪会讲有水灾？真可怕咯。啊，山顶一般安怎惊火啊？山顶啊，树啊多，惊火烧山，哪会有水呢？现在连水都有咯。水火之灾啊！ 我是山底底、关底、山底底、山顶。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讲，我的书本是在这個海海岸下这边啊。我伫个海岸，惊虾米嘞？惊海啸。 若是讲有两三米诶，即个海啸，啊著有灾难啦。若讲十米诶，海啸，迄、那个灾难就可怕咯；二三十米诶，海啸，我哩斯本著未存在咯。那我想着啊，所以我就选择即个高地。 旧日布里斯本那阮赛车，要一点半钟，大概是有两百公里。真正若是有海啸，大海啸来讲啊，两百公里是安全的地带啊。呀，这是当年移民去到遐去的所考虑的。 啊，都贼即就夺、啊偷窃之后，啊发生灾难的时阵，地安的设施都无办法维持了，这种事谁不变啦、啊。 啊，咱是要如何来闪避即个灾难呢？我甲同学因一定爱念佛，要求生净土。真正来灾咱佛法，咱是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家己真正有把握，咱才会用呢。 对这世间一切，拢爱放下。爱呀，做到四个好：存好心、讲好话、用好事、做好人，好人有好报啊！因果定律，死毫不爽啊！ 啊，下面还给，只有我结缘之给，即一组呢，只有欠债阿未还诶人，以上种种概括，忽然间啦、啊、发生非常之好啊！所以做人一定要会记累毋通甲人结完仇？ 啊，伊甲我结怨，我袂甲伊结怨。安都丢啊！啊，古早、啊、人所讲诶，邻家无敌啊，即个邻族诶人，邻族诶人以前无冤家对头，我就过讲。 仁慈是用即个来做标准来啊，形容的。真正仁慈，你抑根会有冤家债主，啊，即、這个著毋是仁慈咯啊，无冤家债主，未甲人啊结怨，迄著是处处玲珑，处处。 原谅，但伊诽谤我，我袂诽谤伊啊！啊，伊侮辱我，我也袂侮辱伊，我伊。爱怎样？我应该爱化解啊！ 伊啊，钟爱我，我未钟爱；伊伊陷害我，我未陷害。伊想讲，我这一生现前的利益好处，我想是我来生的利益，无冲突啦、啊。这一生事事我拢让汝来生我。 这福报是自然呢。头前所讲的，自然中自然上啊，啊无人明白这道理。这一生在这世间,世间时间短，无长；未来时间较长啊。啊咱这一生本着这种的理念。 心态来生活，来连接物，拄到净土法门，这个人生色咯。拄到净土法门，咱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咯。啊，对，于这个世间代志拢甲放下。 这才是大师姻缘啊，这是人生最大诶代志啊。了生死出三个到到界，到恶极了世界成就了后，再佫倒来度这可能众生。啊，所以这是咱应当嘅学习诶。 应该认真去做诶啊。啊，决定啊，毋通去怪别人，别人对咱安怎对不起，迄是什么意？伊对咱无了解啊，原谅伊。啊，去伊计较，边就变做搞笑咯。有教导咱，关于这种心。 都是弥勒佛啦！啊，为什么又复生？那也不会幸福，幸福只有正后，早暗无光。啊，肯定、啊、是幸福的啊！啊，想着即个所在，恭敬心就会生起来咯。 也每个甲人为难，这是好严重啊！啊所以以上种种，该可都连生出非常之好，都然发生诶。你无办法去无聊诶。 炉火会焚烧，甲你厝拢烧了了，水会漂木，也田园土地拢互水淹去咯，多林皆断啦，明目重胆来抢劫，即个是贼啦，伊唔敢明目重胆，但是趁你。 无你注意的时阵，伊来偷窃你诶财物，还给不收，借住书签，甚至无庆之间转回我有，无庆是绝对的时间，这对是虾米呢？灾难啦！也有人问我讲。 日本人挑衅中国，甲日本是毋是发生战争？我跟逐个念呼啦，我甲逐个讲，无可能发生战争。为甚物？会引起也不啊！日本若真正要甲中国发动战争？ 美国马上会看你来，是主席有决心，也无咧惊伊啊，未怕传统的战争，未怕一个路。 啊，要怕啊，都、就是怕学武的咯。这个太多，就是表示出来，美国人马上就认真考虑了。为什么当归无金呢？无功夫，是大家做的事。你要死无？你想要活，你都唔能发动；你想要死，啊，这是这死的机会。 全世界的人拢会死啊！无一个侥幸诶。啊，所以用战争来做手段，我讲过真侪摆。二次大战结束，用战争做手段都为收支好咯。 以后就未搁再用战争，以后用战争就是灭绝呢，就是整个地球诶灭绝啦。啊，些人拢无得到好处，啊，所以无可能发生战争。一切问题拢爱伫这和平。 飞机岛啊，顶面去甲解决，决定毋通用战争。这时啊，美当讲毋知影。 啊，这嘛是咱未当讲毋知影诶。而、啊、今仔之间，全非我有，故里在乎同年无无。这是战争来对现象。啊，中国甲日本的八年诶战争。 这个代志是我亲眼啊去看到，抗战啊开始的时阵，中国也有大家庭，但是我亲眼看到，阮阿哥因刀。 阮老爸大姊嫁互一个大号人家，一、这个人家兄弟十个无分家。但是中国过去诶大家庭，迄时已经衰了，但是也有两百外人。啊，顶顶下爷有两百外人，我亲目看下着。 啊！因厝内有私塾啊，都、就是家庭子弟学校。我伫个书塾内底，我读过大概著有一年。离开过因诶学堂，学堂伫书堂内底，书堂读《春秋》这书以外，书堂是空诶，规模真大，所以学校著办伫迄地。 要养入老人，因让个老人诶啊，有限重心啊，都、就是读书堂，内面夺冠啊，有十三艺术表演、说唱，老人每天诶活动呢，都嘛得加。 啊，拢是规家人，即系退休诶老人啊，抑有一寡亲戚朋友。即学校若是讲落课时阵，小朋友甲老人度做伙来佚佗，天伦之乐啊！即、這個、我看着诶，时间无长啊。啊，你看即几年了后，中日战争爆发，那就无咯。 啊，年轻力壮啊，四十岁人拢嘛出奇咯，召唤啦、啊！另外一召唤，战争的在后啊，所以战争了后。 我去看诶时阵，我伫美国转去，转去故乡去看麦，离开七十年咯，转去了后，这个战争啊，无去咯，猪塘嘛无咯，看着是一片空地啊，真凄凉啊！

为万家所消散，为执主所磨灭，这是也是社回家教啊。 下面、呃、这段敬夜恶棍啊，请看经文：心坚意固，不能从下；人中将器目木意随之啊，冰湖冻脸，又苦万端。 这是世间上，世间人的心，有些贪婪嘛，无诶、啊、想要得到，有诶啊，毋肯好人。啊，心机易过啊，这边解释。 建立的心只为顽固，见死不救。啊，才不有时这心中敬争愤愤啦。来伊诶财产互人抢去咯，迄种万分的心。 抓起来世啊，来世果拄着了报修啊，都做成什么咧？生生啊，世世，万万相报啊，不完不了。啊、这家正是有苦万端。 呃，呃，如结如亲，时间如长如难化解，即万分。即、这个事实现象，生只有佛法才会当化解。 啊，所以中国的古代，元、明、清三朝，啊历代帝王，因有智慧，因聪明，啊，英明帝国，现在咱提倡。 滚出地窑！啊，这个里面是以儒为主流，啊，帝王因因佛化民啊，教化众生，所以佛教的寺庙。 全国农村里面拢有啊，大大细细寺庙，用佛教来教老百姓、教民众。啊，最大是虾米？著、就是佛教会化解完结。 啊！这帝王赢掉了，这是好事。啊，阿英杰诶，祖先，将来诶大灾大难啊，伊就伊化解咯。啊，这功德有偌大咧。人甲人之间未个再结怨咯，甲因果报应诶代志，讲清楚，讲明白。 这是佛教教学啊，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，啊，民心安定咯。也用多教，这是祖先，这是天地鬼神，在帝王啊，儒释道拢用着咯。 啊，我看到的就是蒙古的《大藏经》的书文，里面都写这个代志。今仔日就是无爱传统文化咯，而且都拢无爱咯，这社会都乱咯，明他休息呢，无办法休息。 啊，真正会互社会，互人心安定落来，社会会好祥和。都亲像当阮毕所讲，除了大乘佛法，其他做未到。伊讲诶著是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，才会当救世界啊。 啊，念到注角内底伊即几句话写个真透彻，再会坚韧之心，现在即个人非常顽固啊，在不有死去，伊就怨恨啊，愤怒啊，怨恨，又怨秋苦。 一目盖视啊，较未开啊！我有林中下，未当去甲、啊。放下呀，向下就放下，毋肯放下，毋肯放下，就是积了仇，积了怨恨，来生拄着的报复啊，这现象拢嘛伫咱面前啊！ 拢是我这一生亲眼所看到的，而且今仔日毋是讲某一个地区，全世界啊，我见去真侪所在、真侪地区啊，看到这个各个阶层的人，男的、女少，确实，经来对讲的一点仔拢无错啊。 这个冤家可太深咯。哇！这个讲要化解哪有遐容易？你手机诶财产，你去太，你心内人会甘心呢？

大雄心叫世界天君阿弥陀佛，唯一一啊一条生路啊！啊，只要你无下啊轮回，你决定诶的走修的古步，你很古要紧啊！ 也不是人生的一行大事啊！咱啊，过来看下面这段：汝关小何景，道境呢？而还得是共钱咯。 教咱安怎做人，安怎去啊处事。 仰观英文，世间人民互助相砥，夫妇珍惜，同向敬爱，母相敬接，有无相通，无爹谈笑，言相和，目相为类。 学下如来更难，今拜，咱啊成过去生中，九业五界实现，那修业成就抑个未歹，这生会得到人心，得人心是苦。 我改实现，这得到人心呢，不是我连呢。啊，这一生，难得都得合法，能继续修，我改实现。啊，福了呢，啊 咱著有信心咯，来生咱著未失去人心。啊，即、这个心死了后，搁换一个人心，即、这个、一生修得比顶一生搁较好，换一句话讲，下一生诶福报会搁较大。啊，有缘故无。 死何不送？那金家讲我啊，细心观察，三界六道只有苦无乐，所谓乐不过是苦暂停，刚加进乐。 然后不用金了，可不的现钱啊。那是无究竟啊。经中法门是阿弥陀佛建立的，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究竟乐，离究竟苦。 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，你六道轮回；究竟乐就是九流世界。人都爱相信啊，毋通怀疑啊，爱你真造啊！ 科学家甲人讲，世界上优秀嘅人拢知影，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武器是核武，是生化武器啊！啊，一个地球上。 若是人无咯，所有动物拢未当生存，完全消灭咯。那地球佫存在，地球上的生物拢无咯。这是人为的灾害啊，毋是自然灾害。 啊！话的这世间，只有经常讲的这人，心坚如钢，未放下呀，这款的人多呀。 即这款人做业无好啊，不善的业，诶，来啊，不善的这个果婆啊，就真可怕了。伊话个不耐烦咯，伊成为死啊 也不你个手头，毋是一人死咱逐个做伙死呀，未安怎？真正都是同归于尽，咱啊之间，啊，咱有福。 就非常平运，那那时时刻刻都放下咯，时时刻刻啊都会当往生对这世间无丝毫贪恋，这就是往生叫世界不净啊。 啊，往生叫世界诶人,、啊啊、人,人啊，决定未做恶业，做恶业是对你往生会产生障碍。啊，即个话著说明讲，甚么人做往生诶人啊，少，什么原因？作为恶业太做咯。 到时阵完成这一来找麻烦，而你最后诶纪念咧。毋是伊阿弥陀佛，啊都袂当去咯。啊，所以啊，放下重要啊，啊，放下，种念就无咯。 无放下种也滴个啊！啊，林中奇观，木随水架，民湖冬连，游客满端。这四股泛指一切雪人，也真个唔是假啊！ 后你命中时，就一这这爱之灌输，再不改动下离，这放不下咯。又柔软就未当去咯，有些个未当起，啊，身体派极咯，灵魂存在啊。 你们李都位随着伊个这财布，都唔敢离开呀、啊。这财布对一点落用都无，用袂着啊。啊，所以该动下力呀，多起动来啊不能随判啊。 是爱是怜，可以当时死，但不能当初去呀。一句话爱记呢，吾见至亲。啊，虽然讲当时死了，结束才不讲，为什么？个人的业力不强啊。 啊！业因有讲古不前书啊，基础各个不懂国文，无随遇随遇之下走诶时阵，一个人走，有人会跟随你啊！即个代志未当毋知影。 未当讲无充分的准备。保险相关品内面讲过较好，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。 一切诸君悉皆散坏，这是讲你的身体，外面的肉根，内面的五脏肉腑，拢总拢停止，啊，拢未过起作用咯。 世界散坏啊！一切亲属世界下离。你的家庭关系，你说心爱的人从此分别，未够见面。啊，一些微小的。 伫即个社会上做大官啦、啊，掌握着即个大官咧、啊，有威有势，即、这个、时阵完全拢嘛无咯。啊，府上大神，即是讲帝王啦、啊，你个宰相，你个大神。 你景点，你城市内外呐啊，上马步城是你诶交通工具。你现在你有诶专车，远行你有专机，有家己诶游艇、轮船。 你有进步，有服从，受纵而才会进步。如是一切不合相随咯。无一项物件你再会去你是空手来，也是空手转去，无处动止呀、啊。但即段经文所讲的意思，完全拢共款。 难语相说，难般终不苦，唯有业随心啊！啊，这两句话，咱来点点点在嘴口的，提醒家己啊。最后的一句话真重要，唯有业随心啊！你做的是什么业？ 啊，生活当中做一个，工作内底做一个，大人则物做一个，别人对我态度也无好，我有甚物感觉？我有毋好诶态度对别人无？我无感觉啊。 人用唔好的态度对我，我马上有感觉，来知影。咱若啥物态度去对人，人立刻就有感觉，即啥物有意无意就结缘啦、啊。别人怀有在心，念念不忘，这代志就麻烦咯、哦，来世不、哦、好、啊 这是武器啊，真正学过的人是绝对毋能做即款代志哦。伊啊对我无好，我回答伊是笑眯眯，化解了。咱若对人笑容恭敬，像免了菩萨赶款，笑面迎人。 啊，那对人充满善意，充满真诚，都会感动人。歹人也会互你感化，变做好人，你功德就大咯。那内心内生勇气咧，这业就自动咯。内生来世拄着肯定会报复啊。 那何以可以做这个代志呢？不论贫富，莫不改怜。啊，男女老少，贫富不小。啊，贫富贵贱。 在冰顶的啊，固定，有靠啊，无劲啊。个云、嗯、啊，慢端啊。所以。 学道教咱做人啊，咱啊都要会记。关俗呢，爱和爱敬。对人做起，对我家己做起。别人对我不好不敬，是因为我对伊无好敬。伊对我无好敬，有怨气。 哇！每一摆见面啊，对伊拢好敬，时间久来感动。爱有耐心啊，爱有重关心啊。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、夫妇亲属，同相敬爱。现在咱咧看即个社会，父子兄弟、夫妇亲属。 无敬啊，嘛是无爱。只有什么呢？只有利害，无利，互相利用，无利的，利益啊，哼哼,哼啊。为什么？ 惊伊啊，将我诶班椅，拢嘛是这种心理。今仔有厉害，白仔拢无相往来。何况啊，兄弟朋友往来拢嘛是有利。 我底下会当地的好处，我要利用伊，利用完了后，外搁在地的好处了，都分开了，都离开啊！这什么心嘛、啊？中国人做人个标准 是人类自信，叫英雄。英雄是咩？永远不去单调。诶？这是一个人啊！我想到无咯，迄个毋是人咯，是啥物？妖怪啊！即、这个话两千五百年前。 周求明就讲啊，周求明甲孔子是种师代。啊，孔子做春秋，伊做注解，伊对孔子做注叫做周端，就是周求明啊。这内底有一句话讲，人气上就妖行啊。 换句话讲，人甲魔熊单挑，伊就是妖怪，伊毋是人。五雄什么？仁义礼智神。换句话讲，这个人不仁不义不礼啊不义啊无信，这个无力啊一龙、啊啊、中龙无伊啊都是妖。 啊，爱人啊，爱社会啊，爱国家啊，爱世界伊也做即款代志。啊，夫是安怎教咱的呢？夫是正化。 妖魔鬼怪是邪法了，我宁所谓邪不胜正。啊，今那里经过邪会，确实是偏邪咯。下人会当该扶正过来。 这个人都是菩萨，都、就是佛陀，都、就是大圣大贤啊，虽然讲伊不在地位，伊是一个黑星啊，是一个黑静啊。啊，只要这个黑静世世代代传落去。 一个国家、民族啊，都受救咯。啊，世界和平、太平盛世都有可能会出现，也唔是伫咧现在啊，啊，无定就是伫两三百年后。

今仔日时间教了，咱就学习到即地。